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.spoonroad。北京时间8月29日消息，贝弗利尼油晒出了湖人配色的马卡龙，桌上有湖人的贺卡，也有香槟，配文写道，周日愉快贝弗利。贝弗利转发了女友的动态，吃着湖人配色的马卡龙，两人心情想必也是十分开心。加盟湖人之后，意味着贝弗利将拥有更多的关注度，而女友也是为男友找到新东家而开心。在贝弗利加盟湖人的消息刚宣布不久，女友就在个人社交媒体晒出两人合照，并配文，为回到 LA 干杯，恭喜 baby。 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合照，相当恩爱。当然加盟湖人对贝弗利本人来说也很开心，他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吃牛排的照片，定位是在洛杉矶。相比于湖人送走的塔克，老将贝弗利拥有更多的经验和出色的防守，他强悍的防守可以带动全队的火力，贝弗利也能很好的拉开场上空间，接球出手命中三分，生涯大部分时间贝弗利都搭档的球星，而此次加盟湖人，他会成为詹姆斯和戴维斯最好的帮手之一，你期待吗？ NBA 休赛期球员花边新闻不断，詹娜和布克作为 NBA 最受关注的一对情侣，在经历了分手复合之后更甜蜜了，美媒晒出了近日布克和女友詹娜在加州西好莱坞餐厅的约会照。照片中布克虽然没有太多的表情，但是躲在